在桂林市的鳳英區都很多人，只要人一日接到可能出现很多乱象。高雄金银河灯会已经开始了，有很多游客去那朝圣，整个灯会区人是有够多，有人怕忝了呢，规气一日电视这个花灯组顶面就休困啊，有人想要赶时间爬去个花灯组这个所在，过经过这个灯区，还有民众哩怨叹讲啊，这个变数的动线规划了有够歹。真侪人拢来看花灯，高雄金银河的灯会真闹热，只是人一多就出现乱象。手牵手爬去哩花灯的电视台，直接就行过，还阁有几个人把这个电视台当作椅仔咧坐。大家在拍。就因为人实在是伤多啊，规个灯会场地又阁遮尔宽，惊忝啊，无所在坐，一处电视台就变成休息的所在。只是来看这现场，这个台顶有大哥，有人爬过故事，有人爬过就是要去变数啦。金银河灯会流动厕所伫中段内侧，若是像安尼，客伫人群内面想要变数，真急的人当然伊就会行近路。而且这个灯会流动厕所算算的才十一间。人那么多的话，怎么这里哪够啊？你觉得呢？尤其晚上这边会更多人，对，应该再多一点点。指标型机的厕所指标不很在爱的。下晡时啊，人就遮尔啊多，要去便所爱排队，人若做的时阵爱排愈久，加上指示牌无做嘛无明显，要去便所的民众可能会愈急。也未开始高雄电话，人就安尼呛呛滚，高这个动线甲流动厕所规划，无定应该会搁较完善一点啊。